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期来点名哈。那今天整个大盘呢，跌了11点。我昨天跟他谈什么？我说大盘在这个地方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说指数的部分，因为月线是向上的，扣底这个位置；季线是向下的，扣底这个位置。所以它必须要怎么样？这里要有时间盘整、调整结构，对不对？但是多头架构没有改变，那你就专注选股嘛。那你选不到股票，你就跟着我做。那今天呢？今天大盘是跌的啊，是照我讲的一样。那该涨的股票呢，还是涨啦。我这一两个月、一两个礼拜讲的都是这些股票嘛，今天是不是小跌？过去你还一块半，今大盘落呢，今大盘不是七百几点呢？但是不去。我从7月11号开始，我就跟大家谈什么？我说会员手中持股全部赚钱。那接下来呢？偶尔有一档，因为刚买，在成本附近，可能小赔个5毛，全部赚钱。那今天呢？全部去嘛，包括刚刚买的也都往上涨了。哪一个老师像我这样子讲？会员印证啊，不管你是哪一种会员，不管你买哪一档股票，全部拢赚钱。我常讲呢，慢一天，有些股票呢，你真的会少赚一整个波段哈。如果操作不顺利的，你把电话拨通，你把电话拨通，因为这里呢，操作上要有一些技巧。那我们来回过头来看这些股票，点那个 key 嘛，这米 key 刚哦，这已经涨一大波段哦。就赚80块啊嘛，今仔起里啊2块，创意前一天是涨停，他今天又涨停了，又看到了。散户投资人最喜欢的像这类似这种股票嘛，智源。价钱适中，又是热门股。这股票呢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已经在获利了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告诉你不要放空，这里不是头部，不要放空。多头的时候呢，该赚的没有赚到，但是绝对不要去赔钱。这对40几块，去到现在60万嘛，啊！你讲赚偌济？对价点讲到观点，甲你讲唔通放空。精彩也是一样啊，甲你讲唔通放空。再往前推呢，宏杰科也是一样，我都有事先跟你提示，不要放空，因为我知道它会涨，不要放空。
我当初怎么跟大家谈的？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字义的周 K 线哈。这个所在就是这50块，你把这里当成头部，我把这里当成底部。往上呢，它现在涨到这里的，对四十几起在60对不？还有没有？这75这备战嘛，这里才是目标区嘛。啊，你50空的人，你现在要怎做？就跟洪杰科一样嘛。你伫只放空的人，对50块、50块伫只放空的人，到今仔日呢70几块嘛。我是建议了多头市场哈，错了就认赔，回补啦，回补重新再找一个股票低档去卡位，把赔的赚回来嘛。你看这股票拢平地一声雷冲上去了，拢冲起嚟嘛。一支一支做啊，对我做，我当时叫你要管，我说我一定想尽办法让会员做教嘛。那如果没有做教，我今天怎么敢在这里讲？我很大声的讲，很肯定的讲，会员手中持股全部赚钱，会员都在看啊。而且呢，有一半以上，超过2/3，都是赚波段的，这是不是波段？对四十几，今仔60嘛，今仔冲起，前几天在这里，我还在讲啊，它是一个收敛三角形整理，今天又飞上去了嘛，差一天差多少？差一成嘛。我说该买的股票呢，要爆还会涨，还要买。你有赚钱无？你有赚钱无？该去的股票，今仔大盘落。该去，伊嘛是爱去嘛。这摊80块呢，80块是什么意思？一张赚8万呐、啊，才丢摊80万嘛。这个连续哦，这已经20%以上了嘛。它有填息，这精彩呢飞上去嘛。PA 族群、生化家族群、稳茂、全新，是不是都往上走？我一直跟大家谈到什么，你要好好的规划嘛，这么好的行情，把眼光放远，格局放大，还有半年了，1月11号选举，还有5个多月，你要不要好好的去赚？这一两个月我都赚给你看啦、啊、那你说你不想追价，那很简单嘛，如果你有这种观念，我非常的认同，因为我就专门想尽办法让会员做教的嘛，那你跟着我做啊，我们一档一档赚嘛，去找甜蜜的买点，去累积你的财富嘛，就像这样子啊，这个都不是讲一天而已啊。那还有没有这一类似这一类的股票？往这支好，我们往前看，这智源，这当初在这里，这涨，给它涨停，这当时这6月底，对不？6月底嘛，这涨嘛，今是不涨停，这是波段，这底下是40几块，啊，今是不60块，啊，你赚多少？信心有嘛，无信心嘛30%，对不？40、60、65%嘛。我说从周 K 线要挑战这里嘛，啊，我有没有说谎？它是上去了。那目前像类似这种股票，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整理末端嘛，这里是最好卡位的时机啊，有波段利润啊，股本不到20亿嘛，筹码不见了。我说你要不要赚？这最后上车机会啊，车子要开了嘛，就像这样那样，车要开啊嘛。
今个涨停嘛，爱偌济四十几六站嘛，你家去算啊。凊彩嘛三四成，这期有可能赚五成嘛，有可能赚一倍。那你看一看它有多高？如果来到这里，有没有机会赚一倍？那这一档股票有没有机会？好好的去规划嘛。你像精彩冲上去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说这里不要放空？就跟宏杰科一样嘛。宏杰你在这里放空，他是不是来到这里了？所以宏杰科呢，我们建议把它卖掉，转进什么？在月初的时候，上个月底的时候转进全新，转进文茂嘛，一支探完个一支嘛，哎，现在来到这里，对不？啊，你底下放空，啊，这段要安怎？那你看一看精彩，它往上有没有空间？我不管怎么样，我先弹起来嘛。它是第一档颈线突破了，啊，你讲人家赚足多，起足多，啊，你又看周线呢？我意思不是叫你帮我抬轿，我意思是说你要找类似这一类的股票，你好好的去低档去做布局，重新来。如果你放空，如果你没有赚到钱的话，这安内是不是一段？安内是不是一段？一支一支做嘛。今仔我的股票全部拢起啊，这起八十块嘛，这涨停搁涨停啊。这今仔锁住啊，高千几张啊！啊，你讲我会赚偌济？我已经赚要四成嘛！把握机会呢，我再讲一遍，我会员手中持股全部赚钱，我讲话我负责。那如果你操作不顺利的，把电话拨通，我带你布局，尤其是大额资金的，好好去规划大波段、大行情，从低档布局开始。休息一下。免现金的时代来临了，接口支付 LINE Pay 开钱包，选个折抵无上限 UU 控 Happy Go 80点现折20元，网内亚洲万里通，每趟回馈十里数，立即开启55688 APP， 点数折抵最划算。韵达可布后抗诺底加啦，即日起升装韵达可布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韵达投顾 APP 或电02-2781-0909 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那这是尾影，给那 Kitty 啊，李科，这是不是低档？这里是不是低档？这前几天来到这里，今天呢来个家，啊哪来个家嘞？啊来探偌济？那重点是在这里要卡位嘛，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会员手中持股全部赚钱，不管是高价股、中价股、低价股都一样嘛。我们讲最近的，就上个礼拜，这股票嘛一个起啊，啊超过偌济，超过一成了嘛。我们再讲最经典的，当初这一档股票，这有够低无？
有够低嘞。利基啊，加偌济？加50块。起个价，起个价对无？我讲五十九十，我讲我趁钱写袂掉，这么偌济？这里135啊，他是来到130附近了。我虽然卖得太早，不过这一段七成我赚起来了嘛。重点是你给点卖嘛，安尼赚七成嘛。啊，你这若无卖，这若无卖，即马赚超过一倍啊嘛。那我当初跟大家谈说，这一档股票有机会赚一倍，你要不要赚？有没有印证？这个家来啊嘛。所以我说，好好的规划大波段、大行情，那我会想尽办法呢，让会员做教。就像安尼，53对无？到高站嘛，出清嘛，53高站七成嘛，这中上在跟叫法人在抬轿嘛，那我会员做教嘛，安七成嘛，我讲底价卖就好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没有松啊，他筹码还在锁住嘛。那果然啊，又冲上去了嘛，跟尾影一样啊，尾影已经冲上来了嘛，啊，一支一支走。53倍啦，会员拢咧看嘛，平均成本嘛，七成啊。然后呢，利基赚七成以后。转进哪一档？转进智源呐、啊。智源对40几，搁起到60啊嘛，一支一支做啊。会员都在看啦，我不说谎啦，全部赚钱嘛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一组会员，这七月初二哦，七月初二哦，这三支股票。获利卖掉，获利卖掉，资源还在。到现在，我一直在换股。资源已经赚波段嘛？啊，你甲想啊，对七月、对六月、对七月，切到今嘛，资源有没有赚波段？智毅呢，最近刚涨哦，起两成。下面这一档股票呢，也是赚的哦，没有赔哦，还是赚的哦，因为我手中持股全部赚钱嘛。再看一看另外这一组操纵，这边来探七兆，今天已经探80块嘛。文茂是不是继续涨？下面这个呢，继续涨啊，有一档尾影啊。当股会员智毅没有话讲，已经涨上去了嘛，至少两成。台表科全新精彩，是不是全部赚钱？这一档呢，是最近刚涨上去。涨得超过一成了，这25%，这25%，这个赚大波段，对不对？这些老师，哪一个老师他有在持股追踪？哪一个老师敢说呢？他会员全部赚钱，我说这个要负法律责任的，大家股票拢去嘛。你若找无股票，你对我做。专注在选股，你选对了股票，它就等于你的持股绩效嘛。不要浪费行情，借大盘到选举还有5个多月，一档一档操作。我说，如果你错过了，错过了像智源、像伟影这一类的股票，这些股票不要错过了，因为它有波段的机会，好好的去规划。那不管你资金多或少，你一档一档做，慢慢的去累积你的财富。我们休息一下。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韵达客户后抗弄底家啦！即日起，身装韵达客户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韵达投顾 App， 或电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
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。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。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欢迎回到现场哈，慢一天呢，是你少赚一天哦，赶快把电话拨通。我知道很多投资人呢，非常用功，但是很多事情呢，不是用功，不是你花时间，你就能赚得到的。重点是行情来了，你一定要掌握住，你一定要掌握住。如果你去年、今年没有赚钱的话，现在到未来半年，一定要掌握住哈。努力研究呢，它不等于赚大钱。绩优股不等于成长股，绩优股是代表前面绩优，后面有没有成长。成长股也不等于标股，为什么？因为筹码的问题嘛。你用错方法，你会错失行情嘛。每一个人都说他很会选股，这似是而非的理论嘛。重点是一翻两瞪眼啊。我敢说我所有的股票全部赚钱嘛。会员做印证啊，而且有三分之二是赚波段利润。我说会解盘的老师很多很多，但是你要出手，你要带会员出手才赚到嘛，这叫操盘。会操盘的很少，你把证据拿出来啊。那我只有一句话嘛，我会想尽办法让会员做教，让法人来抬轿，压低会员进货的成本，对对，买进的成本，法人认同的话，他往上一拉，这一段就是波段嘛。该卖我会带你出场嘛。像利基我赚了70%了嘛，虽然卖的比较早，但是气血没救嘛。那另外操纵呢？超重11天涨了80块，一张赚18000嘛，十张是80000。该卖了我一档一档卖，这趟7成，这趟4成，这创新高没掉。这个呢，昨天前天赚了70%，减码一半。这个今天又大涨又涨停了嘛，这个来去嘛。这今啊，这这几天都有涨停嘛，这还在创新高啊，这个赚20%啊，这最近介入的嘛，这记记者嘛，该卖的卖，又转进新的嘛。那如果你没有跟上脚步的，我希望你跟上脚步，我只有一句话，我会想尽办法让会员做教。我们讲最近的例子，我讲这支股票头肩底，对不对？你无买，它起涨嘛。结果伊起20%，对不？一支涨停，两天半支，安尼是20%，啊，是不是冲上去了？啊，是这里是不是头肩底？是赚到了？这什么时候事？这最近的事情嘛。你若订了100张，我做，你伫家买，刚好6张，会员都在看嘛。所以我说你要用对方法，你才不会错失行情。那我会想尽办法呢。那会员做教嘛，像今天来讲呢，今天大盘热哦，我股票拢在起，都在涨，拢在起。那会员持股不多啊，类似这一类的股票，我说呢，慢一天，你可能少赚一天。做轿，这叫40几到60，对不？赚，赚，做轿，还会涨，还要买，乱放空，
做轿赚波段中差头三成哦，这是周 K 线，这是周 K 线，还没有结束，尾影填息又涨，对对，还会涨，他还要买，操纵背着扣啊，会会的价值嘛。创意涨停，今天也接近涨停，对对，每一档都是坐轿，我拢带会员坐轿，往上坐轿，对对，一档一档。赚波段嘛，把证据拿出来。我说我会想尽办法让会员做轿，像类似这种股票，股本不到20亿，我希望你把握机会哈，好好的去规划。如果你错过行情的话呢，好好的去规划大波段、大行情。我只会想尽办法呢，让会员去做轿，让会员去做轿，所有会员全部赚钱，会员做印证，把握机会，把电话拨通，谢谢大家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上 YouTube 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听个到、看个到。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钓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算随看，真方便呐、啊。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不管是跟你 online 在一起。韵达瀑布后康弄底家啦！即日起升装韵达瀑布 APP，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及时解盘，有机会得到标股讯息，还有产业最新讯息。立刻搜寻韵达瀑布 APP， 或电02-2781-0909 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韵达投。